一种。啊，我感觉对我来讲，我有一个小小的，我感觉唱老歌啦，嘛是文化流传的一种，你家己讲对不对？继续我要带来的一首老歌，差不多二十当前尔，无介老。大伯，伊有看啥物歌无？有遮久呢啊？对对对，十当尔。啊，未，我希望二十当老人安尼流行，我会对对对。今仔要带来一首较无同款的啦，就是我的偶像，敢有人知我偶像是啥？侯怡君，肯定。怡君姐姐敢有出过啥物迄啰唱片？没有嘛，较细声嘞。啊，我来唱一下你的心声，你讲安怎？我听看卖嘞。吼，五月一啦，叫做《酒后的心声》。掌声鼓励。我们陶哥请吧。Thank you.
谢谢你，谢谢。